今天晚上我就派人把他扔到大海里去。母后，太后息怒，太后息怒，这万万使不得啊！三公主毕竟是王儿的骨肉啊。什么骨肉？什么骨肉？明明是扰乱民心的孽障，你还说什么是骨肉？你身为一国之君，不为国家的安危着想，这么儿女情长，你能管理好国家吗？命中注定，我妙庄家断宗绝后，就不该强求。你听着，我说扔到大海，就扔到大海里。你要是敢违抗母命，就是不忠不孝。看你如何为人君，如何对得起你先王。起驾！起驾回宫。大王，大王，快，快来人！要造反？我们要救国王啊！对，我们要除妖孽啊！国王，让我杀你们！啊！这走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退下。大王，千万要保重身体呀！三公主生不逢时，这是命中注定。这回也怨不得太后啊。大王，宫外百姓已让微臣驱赶走了。百姓们也是为了我妙庄啊，要耐心的劝说安抚，不要动蛮。哦，丞相，太后明令要把三公主扔到大海里去。大王，那要不要请王后向太后求个情啊？万万使不得。若是娘娘自己去求情，老太后怒火会更大。眼下王后身体比较虚弱，如何能起得床？伤这份心呢，万万使不得。大王，可太后之命不能违呀。大王只好趁今夜把三公主扔掉，免得王后醒来害王后产后伤身呢。那王后醒来，我该如何向她交代？但三公主不发落，大王又如何向太后交代？再说魔云入宫，
有好多百姓亲眼目睹，没有个说法，百姓那里难平怨愤。唉，真是左右为难呐。啊，太后传霍丞相，齐军士速去养一宫觐见。遵旨。退下。你也退下吧。等等。啊，传尹妈将三公主抱来见我。传尹妈将三公主抱来见大王。好看的一个孩儿，怎么会是妖孽呢？大王难道真要加害于三公主？孩儿，父王有命在身，一切都得以国民为重，谁让你生不逢时，偏偏遭这不测风云怪异的气象。太后有令，叫父王慈航大师，你也有今天。觐见太后。给太后请安。哦，什么安不安的，只觉得心堵头胀，浑身乏力。这正是宫中妖气作怪所致啊。胡儿在，你到大王那边侍候，有事随时来报。是。霍玉，在。告诉我吧，大王那儿怎么样？老太后，大王看来不忍对妖孩下手。哎，我这王儿心慈手软。是啊，我早就料到他不肯下手。太后，这妖孽不除，必留后患。太后如今夜不及早办妥的话，等明日王后醒来的时候，定会阻挡，除孽之事就更麻烦了。我叫你们来就是这个意思。此事就交给微臣去办吧。叫齐望跟你一同前去，此事必经你二人亲手办妥。太后，此事非同寻常，若大王王后出面阻拦，微臣为难呐。带上我的遗旨和龙头杖，看他们谁敢阻拦。大王，难道
真要加害于三公主。这岂是寡人所愿？但上有母命难违，下有百姓之怨难平。身为君王，寡人又该如何是好？既是如此，奴婢有密事禀报。姨妈，请讲。奴婢在宫中三十余年，大王王后待我恩重如山。三公主乃王后所生，大王的骨肉，怎会是妖孽呢？今遭此一劫，奴婢怎忍心看着刚刚出世的三公主溺入大海？大王，如果你信得过我，我就把三公主抱回原籍，一家好抚养。待公主长大，我再寻机送回大王的身边。姨妈，请起。今后我父女若有团聚之日，孤王绝不会忘记你的恩情。大王千万别这么说，奴婢这么做只是为了回报大王王后的恩泽。寡人召来尽是御卫罗宾来护卫你，此人忠心耿耿，武艺超群，护送你万无一失。奴婢随宫二十年，耳闻目染，深知朝廷内世事险恶，牵连他人反倒惹眼生事。后宫城外的小道我不怕生，请大王您就放心吧。何人在那儿？啊，小人奉太后旨意来侍候大王。我，大王。传进士御卫罗宾来见我。啊，是。后宫偏门，千万要小心。好。请大王给三公主起个名字吧。妙善。
来，在这儿都给我把守严了，一个也不许放过去，听见没有？是是，站好。好，怀里抱的可是三公主？不，不是，是，是又怎么样？太后传下遗旨，把三公主交于大将军处置。嗯，遗旨在哪儿？遗旨在大将军手中。不见遗旨，不能交于你。大王令我速将三公主交给御卫罗宾处置，我有虎符。这是虎符。快叫卫士让开。误了大事，你担待得起吗？夜行内宫啊！奉大王圣旨行事，王校尉因何闯入内宫啊？按太后懿旨行事。那请。嗯。禀大王，奉太后旨意，老臣前来抱三公主入海。你们回禀太后，我已派御卫连夜启程赴海边抛摇孩了。还不快去禀告太后？是大王，是大王。您俩有何事禀报？罗将军已经潜入宫中，不知干什么去了。禀丞相，你妈抱着那个孩子，鬼鬼祟祟的，不知道到哪儿去了。丞相，你看，
命你二人前去速速追击。是。是。丞相，我好像林中有人。去那儿看看。猫头鹰叫不是好兆头，快走吧。这倒不是，快走走走走，快走。驾。这。Thank you.
面怀抱婴儿的可是王后身边的尹妈。尹妈不必惊慌，末将受大王所托，专程保护三公主的。啊，三公主有救了。这里不能耽搁太久，我们快些赶路吧。哎，就到这儿吧。来，小心。这儿就是通往山里的小路吧？骆将军，你这身装束太惹人眼目了。这里尹家坳不远了，天亮了，我这里人熟地熟，您就放心吧。那就多请尹妈保重，为大王抚养好三公主。好的。用这块布包个假孩子，跑营入海之事全拜托将军了。天黑之前务必完成此事。英妈，你放心吧，后会有期。罗将军，请回吧。尹妈多保重啊。叫叫
请百姓们听着，本御卫罗宾奉大王之命，将宫中降生的妖孩抛入大海，为的是为民除害，谁都不得靠前搭救，违者立斩。你这是怎么了啊？哎呀，夫人，来，快进屋，快快快，来，哎，哎，快来。哎，孩子他娘，你怎么样？哦，我的孩子呢？哦，你别急，在这儿。孩子他娘，你怎么从宫中回来了？这是谁的孩子？你快去把门关上。你快说呀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你就不能小声一点吗？坐下，我慢慢说给你听。我透过海雾一看呐，只见那人金盔银甲，好不威风啊！手持一把闪闪发光的宝剑，举起那孩子。当时那孩子哇哇的在他手里大哭啊，那两条腿还乱蹬呢。是啊，哎呀，真是惨不忍睹啊！哎呀，我也听到了，是吗？那孩子哭得好让人心酸呐、啊，那粉红的小脸啊。哎呀，别提多好看了。对，毕竟是龙体所生，就跟咱们农家生的孩子还不一样啊。嗯、是，就是嘛。后来呢？后来呀、啊，就把那孩子
给扔到海里去了。哎呀，那孩子就是怪，一落海呀、啊，那浪花溅起两丈多高啊。落了海以后啊，那孩子还哭了两三声呢。是吗？再后来呢？再后来啊，再后来就来了一条大鲨鱼。我在海边长大的，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鲨鱼，游过来，这一口啊，就把那孩子撕成碎块了，然后吞到他那肚子里去了。哎呀，是啊，我也看见了，真是啊！是啊，你是亲眼所见还是造谣惑众？是小人亲眼所见，不信你问问他们。既是亲眼所见，为何见死不救？那将军说呀，这是大王的旨意，说那孩子是妖怪，谁要是去救他，那就斩谁呀？是谁呀？说的没错。走。走。哎呀，什么人真的不原来是王氏两位兄弟，你们不在相府效命，前往何处啊？丞相想吃鱼，吩咐我俩人到海边弄几条大鱼吃。哎，罗将军，你到这里有何公干啊？哈，我是奉王命行事，现在回宫复命。罗将军单身匹马，奉的是什么命啊？你们两人不知吗？昨日王后生一怪婴，照太后吩咐，大王命我将这怪婴扔到大海里去了。既是怪婴，如扔到海里淹不死怎么办？两位兄弟放心就是了，我刚扔到海里，大鲨鱼就围了上来，一口把它吞进了肚子里。啊，这孩子也怪可怜的，毕竟是王后娘娘生的嘛，怪不怪也是公主。罗将军，你身为御将，一向以护卫王室安危为责，怎么狠心害三公主呢？啊，有什么办法呢？大王素以孝字为先，以民为本，既是太后口谕，百姓的疑惑，大王不大义灭亲又该如何呢？我身为御将，大王的旨意只有照办。再说三公主是个妖孽，除掉她是为了保皇室啊。对对对，罗将军请去复命，我们呢去给丞相弄两条鱼吃。那告辞了。告辞。是。驾。